岛屿、张艺兴为新歌等打歌舞台，抖腿速度也热议。网友臣妾做不到，说起张艺兴这位小绵羊同学，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他，尤其是张艺兴对梦想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，让众多粉丝从心底为他而骄傲。而张艺兴显然也没有辜负众多粉丝的期望，一首又一首的好歌不断出现，成为歌坛内有名的歌手。最近张艺兴的新专辑《梦不落》大家都知道，当初就引起了众多粉丝的激动。而近日张艺兴的为了自己的新歌登上了有你音乐榜样的打歌舞台，和众多伴舞人员一起边唱边跳了这首歌，而他的抖腿速度却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。在舞台上张艺兴是边唱边跳，但是气息却把握得很好，而且体能是真的超棒，在舞台上更是随着音乐的节奏不停的各种来回抖腿，后面的伴舞人员都有些跟不上，甚至都有种想抛弃的感觉，简直太快了，是在有些无能为力感啊。众多粉丝也是有种亮瞎眼的即视感，太快了，满满的心疼张艺兴的伴舞，给他当伴舞真不是一般的难。有网友直言，臣妾做不到啊，这个抖腿速度你们服气吗？不得不说张艺兴真的很棒，这次在这么强的舞台舞蹈动作下依旧稳稳的唱完了全首歌。其实哪有什么天生优秀，能这么棒真的是他在台下不停的努力再努力的结果。小编在这里为艺兴加油了，太优秀了。